眼神专注，挥起杆来，架势十足。纵使低温来袭，空中飘着细雨，仍浇不熄36位青少女选手对高球运动的热爱。一开始我们有雾，然后今天又有风又有雨。 可是我觉得小朋友那个旺盛的斗志都没有松懈，他们都坚持到最后。2016裙摆摇摇逐梦杯春季选拔赛，2天54洞的赛程圆满落幕。最后由同样16岁的侯宇桑和洪若华分别夺下冠亚军，他们也再次取得精英赛门票，将在今年4月前往旧金山与各国女将同场标杆。在积分比较好的小朋友呢，能够打一个资格赛，前两名。 可以业余的身份来参与LPGA、裙摆摇摇在旧金山的这个职业比赛。主办单位也预计将在11月举办秋季选拔赛，希望能帮助国内更多具有潜力的业余女子选手累积实战经验，跨入世界舞台，发掘下一个曾雅妮和卢晓晴，继续为台湾争光。记者胡志兴、高新峰新北市采访报道。